这是2009年，张子枫和周冬雨蒋依依宣传电影时的同框照。那时候的张子枫虽然只有8岁，但已经是个演技精湛的小童星了。后来的他一路开挂，演过多部影视剧，也得过很多大奖。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第一个00后影后，真的是年少成名，风光无限。